你想过一夜暴瘦吗？千万不要尝试快速瘦身，因为你的脂肪很可能是被怪物吃掉了。二胖人如其名，非常胖，1.58米就达到了250斤。这天二胖在街上闲逛，突然发现一家新开的媒体中心，招牌上写着无痛吸脂快速瘦身，体验价只要998。于是二胖走了进去，接待小姐做了简单的询问，就把二胖带到了手术室。二胖刚躺下，麻药劲就上来了，一个医生模样的人走了进来，猛地张开大嘴，对着二胖就是一顿猛吸。二胖的肚子慢慢地瘪了下去，医生时不时还发出满足的声音。不一会，二胖就变成了这条街最靓的仔，直接变成了媒体中心的活招牌，每天来排队的小胖子越来越多。不过这件事很快引起了高阿斯的注意，高阿斯想起了半年前发生的一起无头公案，市民小张在路边发现一个行李箱，里面装着一具干瘪的尸体，连皮加肉不到30斤，尸体肚子上有个圆形的印记，身上的财物也没有丢失。通过死者身上的证件得知，受害者生前是一名吃播，体重一度到达了惊人的320斤。可是除了肚子上的圆形印记，死者没有其他外伤，案件一直悬而未决。于是高阿斯找来几位在媒体中心做过吸脂的顾客，发现他们的肚子上都有同样的圆形印记。高阿斯只身来到媒体中心，偷偷地溜到手术室门口，透过门缝看到了惊人的一幕。只见医生嘴里伸出一条长长的口气，一端连接着一个吸盘，死死地吸在男人的肚子上，男人的肚子很快就瘪了下去。原来一切都是这个怪物搞的鬼。高阿斯掏出手枪，啪地打在医生的口气上，顿时一股青烟四起，医生惨叫连连，终于揭开了吃播惨死的真相。